还不错，不过墙上那张海报换成张萱萱小姐的会更好些。谢了。 小鬼，你今天在外面跑了一天，你辛苦了。这扑面而来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啊？小鬼，你先去洗澡吧，一会儿还有更大的惊喜呢。 天剑指，你要干什么？站好，别动！起飞吧，去天台。拜托，拜托，我好久都没有飞过了。 请坐吧，妖怪殿下。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大日子。 我们来庆祝一下。你生日？当然不是。你既然不知道我生日哪天，不知道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要说话了，不然我会反悔，然后把你扔进冰箱里。好了，我现在宣布。 我们假扮情侣的关系正式结束。徐妖怪，我很喜欢你，我也能看得出来你很喜欢我。有拉链，不许反驳。什么人要殊途，都是借口。如果彼此喜欢，我们就在一起；如果彼此厌倦了，我们就分手。 如果你想让我一直陪着你，你可以用你的血让我永葆青春；如果你觉得麻烦，你可以只在我活着的时候让我陪着你。如果你不愿意住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移民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。如果你不喜欢跟现在的人类生活在一起的话，我可以陪你去深山老林啊。如果你不喜欢小孩，我们就丁克；如果你喜欢孩子的话，我们就多生几个。 妖怪，从我的血让你苏醒的那一刻开始，从你准备救我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的心就连在了一起。我们是命中注定的恋人。我曾经给自己定了个原则：交往满3个月牵手，交往满6个月接吻。
但这些原则对你来说都可以通通作废。愿陪你等花开，愿牵你到未来。现在可以告诉你的答案，幸福还在不在，不过是两个人相爱，奶奶奶执着的阻碍。我以为我已明白，说吧。田景之，谢谢你这样单纯的喜欢我。从来都不会长记性吗？是薛先生吗？对，是我。您之前预定的我们湖心岛的别墅需要在这个月底之前来交款，我们将为您保留到这个月的30号。那套别墅我很喜欢，不过还需要再考虑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在月底之前考虑好，谢谢。我喝水吗？不喝。轩月最近给我接了一个新戏，是长腿叔叔跟祝阳女孩的爱情故事，跟我们一样都有年龄差。也差500岁吗？我们属于特殊情况吧。你是说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有年龄差的？想问什么就直接问。昨晚我喝醉以后，你到底在我耳边嗡嗡的说了什么呀？没听到就算了。怎么能算了呢？你要不说的话，我就当你在 yes or no 中说了 yes。你天天看偶像剧都学坏了，你这磨人的小妖精。你要替我接吗？别墅杀人案的凶手拿走了一张100多年前的老照片，也许那才是他真正的目标。为什么想要告诉我这些？因为我听看小姐告诉我，我的一位同事曾问过他那张老照片的事。冒充警察可是违法的行为。所以你是准备在咖啡厅逮捕我吗？床头想你的人哦，不是提醒我已过很久。